这是什么东西？上面竟然还有一个赛博坦星球的标志，好像是一颗蛋。天哪，太吓人了。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。姐姐姐姐，怎么啦？乔治乔治，你看，我发现了一颗恐龙蛋。佩佩猪要上课啦。哦，乔治，我先走啦，你自己先玩吧。恐龙恐龙恐龙，我最喜欢恐龙了。哦，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。我坐一坐。哎，真的不会有什么反应啊。我去把我的床推过来，我要午睡了。哼，我今天要孵化一个小恐龙。我要做大恐龙，恐龙妈妈孵出一个小恐龙来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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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我要睡觉啦。乔治乔治，该吃饭了。我不吃饭了，我要孵恐龙，再见。好吧好吧。乔治乔治，这已经是第二天了，你要不要起床啊？我要孵恐龙蛋。哦，好吧。哎，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啊！我仔细来看一看，哇哦，好像有点裂缝了，估计恐龙很快就会出来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要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哦天哪，太累了！哦天哪，恐龙竟然被孵出来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是一个霸王龙！我最喜欢的就是霸王龙了，恐龙，恐龙，恐龙。乔治，你真的孵化出了一个恐龙啊！那我们要把它送回到原始森林里面，好可怕哟！我不要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这只是玩具啦，姐姐。小朋友们，这期视频有趣吗？更多视频，请大家在当前视频网站点击订阅，订阅趣盒子哦。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共账号趣盒子，或者扫描片尾的二维码关注我们。趣盒子的微信玩具店也已经上线了，有很多好玩的玩具哦。趣盒子视频每日更新，小朋友们，拜拜。